嗨哈喽，我们又来了。现在我们走到沙滩，看到了什么？看到都是冲浪板，都是冲浪板，每一个都是带着冲浪板下水。结果只有我们没有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会用。哎，这个地方冲浪的不错，看看。看我们后面经过的每一个人都是拿着冲浪板玩水，那我儿子已经受不了了，赶快马上跑到下面去。爽不爽？水很冰啊，比白沙湾还冰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样子啊，很舒服，很舒服，是不是？好，玩一下水，先玩一下水。我们旁边这边很多人都在做冲浪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宜兰头城外滩沙外那啥外澳沙滩的美景。对，下次要买一个练习板来练习一下。这边的浪啊，比那个白沙湾那边的浪还大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后面都有一些白浪，白浪，所以这边呢是冲浪的好地方。对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哎，你们两个还在拍来拍去，拍来拍去。哎，刚好正面是龟山岛。这边下水的人几乎都是人手一个冲浪板，那有比较专业型的，还有一些一般学习型的。像我们的话，刚开始用要可能要买那种幼儿型的，幼儿型的来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不会用。但是看到这边的场地确实不错，确实不错。前面的这个没办法缩放镜头，所以你们可能看不是很清楚。那还是尽量让大家看一下。前面的都有一些白浪，对。啊，白浪那边浪大，大家才会把那个冲浪板滑出去来做冲浪。这个地方都冲浪的很多，每个人人手，每一个人都人手一个冲浪板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看了有点心动。哎，回去之后买一个练习板来练习一下。现在天气也阴阴的。那飞行伞也现在也停止了，让大家看一下飞行伞上面的山头。对，那现在天空上的只有乌云，没有飞行伞，飞行伞都降落完毕了，飞行伞都降落完毕了。来让大家听一下海浪声。哎，这个海浪声，对，不要乱拍啊，不要乱拍。哎，不要乱拍啊。金老弟，不要走太远了。哇，被冲过来了。哎，等一下我要下去玩水了。来到这边不玩水，脚就会痒了，所以等一下就要下去玩一玩水。那今天就分享到这，拜拜。